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沙仔，好久不见了。最近都非常的忙，因为如果你注意到我的频道的话，我最近整集做八八耶，非常非常感谢粉丝的好听力。哎呀，所举办的这个 Roy Super School 的交换礼物活动，然后送我的礼物呢，我已经收到了，在我手上。寄给我礼物的就是阿红。Micross TV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icross TV。 如果你看到我的这个 logo， 我的这个 YouTube banner 画得很可爱的话，就是之前一个手帮我设计。好，现在这个呢，我们就来开箱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啦。帅气老爸叉仔，圣诞快乐！送上这份实用的礼物，希望你在累的时候可以了解你的眼睛，保养好，适合 YouTube 的 ID 工作者，一切顺利，祝生活事业一切顺畅，咱们 YouTube 频道爆发。第一个是你平面设计频道，他真的非常贴心，因为现在我们几乎每一个班友都起来换照片了，对吗？记得一定要订阅 Micross TV 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